李尚啊，我啊就是这间厝的主人。啊，这是我家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即马是咧讲笑话哦？我就想要问你诶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啊，恁两个鬼鬼祟祟走来我的厝里，然后搁伫客厅咧啉这什么物件？哦，啊上怪下面是啊，门也无锁，搁拖咧讨论要做什么歹代志？哎，恁真正足好胆呢？好胆是安怎啦？甲你有啥物关系？ 你一走你来，就对我查某人起脚动手，你哦，唔则欠拍你哈！哎哎哎，哦，唔那好打，你搁安尼歹性情啊？我安尼叫歹哦，哦，我若真歹条，你会惊死啦！是哦，搞我即马歹互你看。打死他，就打死他，敢上我打我？你好歹脑残废了，到时候我再就警察来抓他。哎哎。 哎呀！不，你即马是讲啥？抓啥？这是阮家呢？这是我家，你死老头，你脑筋有问题吧 ？Rob， 打他了！好，看打完之后脑筋会不会正常一点？放开啊你！继续打，不要停啊！像啊！啊，你不是世界集团股东周永成吗？你哪里家？哎，少年。 啊，不，你是食饭无啦？即马亏了都无，你比我这乌鸡汤更不如呢。无亏去啊！你叫恁女朋友来斗三江好啦，你还卖讲废话啦！永成，是爸。爸。哎哎哎！是爸。你们怎么两个吵进来了？啊，哎，佳雪，哦，佳仔哦，你跟永成过来，啊那无，哇，我就真正食亏啊！爸，你有要紧无啊？ 你即马是安怎？对一位时代老客家动手，你听唔到啊？吴家璇，周永成哦，吴局长，都叫吴家璇叫你爸，你是你查某囝？我的新妇。哦，哎呀，吴家璇，啊你唔是已经甲迄客当迄交往啊？佮你的情人行这里我。 我哪里可以当头戴绿帽啊？规个面拢青春顺，这是我甲客栋的代志。卢美着你来接手，也够有啦。你妈妈一点仔生话，颠倒是你，好好人家囝婿唔做，而且甲方信宇偷来暗去，你真正有够袂见笑。我甲林老师哦，真紧就会离婚啦，你想拢无资格管我啦。啊，够有，这间厝是新宇因兜的，阮想要伫咧内面创啥就创啥。 恁无资格管，我无你即马是咧笑波人的嘴。相公，这间厝是恁的。小熊，我跟你讲，这间厝就是哦，咱酒家的起家厝，永宝集团就是魏家开始的。啊，若这两个哦，无因某个偷走入来，啊，对我来起家动手，所以一定要好我甲教死。爸，无代志啦，帮我轻松的哦。嘿，吴家雪，这房子。 我爸妈买几十年呢，可不是你公公的啊！哦，原来阮爸的起家厝就是去阿林买去的。我管你什么厝，这是我家哎！有人闯进来，我就要报警抓人。刚刚你们不是都很嚣张吗？ 我告诉你们哦，一个都不准给我走，谁走的话，我连脚趾都瞧不起你们。对，咱报警，甲代志闹好大，互客栈的知影，因女朋友哦，到即马佫甲伊情人伫遐高高低。啊，先煞嘛看即个老高啦，拄着警察咯，偷靠下较清醒。来，你们。哎，你们冲啥？ 这件代志无需要麻烦你警察。哦，我觉得很有需要哦。方小姐，你想要借着这件代志来找我的麻烦，这我真了解。你想要安怎？所以你讲。所以，你现在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永成，免惊。
伊若要报警哦，可以报警。到时警察哪来啊？我再叫警察给你好水。爸，这代志我用钱来处理啦，咱别管好不？你们想要简单处理是可以的，那就好好的跟我道个歉吧。我唔对啦，阮吼大人有大量啦，我嘛知影是因为恁爸吼精神无正常啦，才会发生这款代志啦。哎，代志会变安尼哦，拢是因为恁爸哦一走起来就提扫帚去打人啦。你若真正想要解决代志，就要先让看到你的心意。是的，造成着恁的困扰。太急了！啊，道歉这么随便的、啊，明明就是你们不对啊！你们明知道家里老人家脑筋出问题了，还随着他到处跑来跑去的闯进我家了。难道你们这样照顾老人家？没错。就是啊，啊，明明知影是大人哦破病。嘛，不爱家己顾好，顾好伊安尼四界爬爬走。啊，看到伊甲人起冲突，就心知这是对方的唔对。哎呀，恁安尼又想傲慢啦。爸，来了，这是一个歇困，哈。是大人破病，我嘛无愿意。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你到底有同情心无？好啊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没错的话，那你就叫你公公来跟我们道歉呐、啊。是啊，我大量有大量呢。我嘛知影哦，代志安尼嘛是因为恁爸哦精神无正常啦。假使伊哪会当甲我回失嘞，我就当作代志无发生过啦吼。我嘛袂去刁难你啊。啊，若无，恁爸哦，等下就来准备去警察局啊。他说：“那一日去哦，我是无让伊这么简单就出来。”不会。真做歹势，今仔日是我无将阮爸照顾好势，所以我造成着恁的麻烦，请你也当原谅我。心雨啊，你有听到声无？我哪会拢无听到？我嘛无听到诶。真正真实诶，这一切拢是我毋对，造成着恁的困扰。希望这件代志会当安尼就存住煞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咱查甫人吼，拢好讲话，安怎拢好。要唔讲上重要的是，要有家己查甫人吼欢喜啦。啊，你家己问心雨啦，心雨若讲好吼，我就无意见。哎，要我放过你们也是可以啦。不过，吴嘉轩，你是不是也要道个歉呢？是安怎我爱回事嘞？你是非不分呢、啊，一直帮着我经常说话，你不用道歉啊。不用。嘉璇高温刀几天把管理的弄，伊的死嘞，我来回就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叫爸叫这么亲热啊。好啊，要不然吴嘉璇，那你就站出来，当大家面说一声。说你跟这个老头子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那你就不用道歉了。嘉璇，不需要才明天讲啥。无唔对，我拄只已经讲过，伊要报警，让伊去报警。我相信警察嘛会站在我这边。嘿，后吉尚，你还明忙哦？今天还不是因为你跑来跑去的，跑到这儿，我们才搞得这么难看。你还好意思骂五四三？
伤要紧无？你个死老头，你敢泼我？你要死你！我告诉你啊，妈，你今天三个一个都不许走，不给我个满意答复，我要你们好看！开直播让你们三个都丢脸，尤其是一个脑筋不正常的，我倒要看看那头脑不清楚的人还要不要脸！我擦一点。方心日，我赶紧回去嘞。来呗。Rap， 放心。今天你要叫一个跟酒驾完全无关系的朋友给恁回信的，真正是有够超过啊！应该回我已经回过啊，人我也要带走，希望大家唔当互相为难。大家后界生意一定还阁小拄会着，啥物人救啥物人还阁唔知影，希望你会当给我这个面子。嘉轩，爸，咱来去。这三个人都有病，下次敢来的话，我直接报警，场面有多难看有多难看。绝对不会有那么好过。好啊好啊，你去内面吼整理一下，我在车顶摕三个电话。哪里你安生没安生？当然是用咱兄弟的老婆说，不过，等下咱就会看报的，一个手就甲处理起来。原来又搁变富贵啊！爸，我唔是富贵姐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又搁来，你又搁来啊啦！特别咱若要处理代志的时阵哦，你迄种臭孙仔啦，惊咧麻烦的个性哦，都拢走走出来，敢若想要闪尔。我甲你讲，咱是最佳拍档，你听我，我绝对会听你的。你也看卖，当初咱结拜的时阵啊，咱翕的相片，到即马我不管是啊在贴身躯顶，我刚才看到这哦相片啊，我规个精神就来啊。我甲你讲，参像迄个查甫做遐尼济歹代志，爸面爱好好甲教示一下。这敢是 Rob 给你拍的？啊，无敢我给你拍。等下啊，我前头前，你对后边，有问题无？我绝对要帮你耍。水啦，这个参球人第一讲的，愿大力大。咱今仔一定要 Rob 这颗本事哦，一当啊粗霸，我会知影，什么叫做手骨真粗。快走吧！快走吧！快！